汽车在坐电梯。到底多累？那要在那个前面先拍吗？我已经在拍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吃中餐的，现在时间是1:40，我们还没有吃中餐。然后他们这边最酷的是可以自己现做面，有看到后面吗？看到后面。还有那个然后有牛乳口味跟黑糖，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。都想吃跟手不酸，这应该是不用剥啦，这应该是所有都有。它有分5种锅底可以选，然后选了之后，然后选主食。那如果你要面的话，就是无限量供应，可以到前面自己去自助。然后白饭跟冬粉也是无限量供应。那下面的话，就是主食的部分，总共有3种，一个是海陆，一个是海鲜，一个是肉。那肉的话呢，又有分吃菜。吃肉，吃菜的话就是菜多肉少，吃肉的话就是肉多菜少。我觉得应该吃肉的朋友们的话，应该会蛮想要，就是都是肉不要菜，死亡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赶快来点点看要吃什么喽。哎，它这边的饮料的话有这种红茶跟茉莉香甜，然后几泡，然后这边的话可乐、雪碧、飞翔糖、美丽果，就一般，一般对。是大家在外面火锅店都可以看得到的，然后旁边这边是酱料区，大家都那个稍微的比较，我避开了。常用酱料的部分，我平常用酱料的话呢，我会青葱很多，然后蒜泥一大匙，然后白萝卜，然后。辣椒，我看到这个很辣哎，辣椒少许，提味而已，提味。你快变美食节目了。酱油，但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日式酱油，感觉比较不会那么咸。然后它居然没有白醋，好吧，那就只有加乌醋了。可是我觉得最后加白醋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就是我的就是酱料。重咸。你吃的跟我9成像，真的假的？我也不加沙茶、欸，我也不加沙茶，因为加沙茶很容易胖，大家就加这样子就很有味道，好不好？你再加巧克力啊？巧克力片碎片？为什么？麦片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吧？冰淇淋的。OK 啊，我们待会座位见。它这边的话呢，其实这边有操作方法，先拿就是盘子放在出口下方，然后按数字键一，按确认之后它就会出现。然后我这边的话有细跟宽，在这边的地方，记得不要按到10哦，10的话你要把它吃光光，好不好？我们按一，然后启动。好，它一份的话就是。大家会吃的量，吃开心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等一下再来按10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都按一份哦吼。我们才想说，哎，两个人吃一份，结果我们两个又各点一锅，没关系啊。中午嘛，然后后面吃的几乎都是甜点类，弟弟你要办，就是有抹吉啊，有冰啊，我找了很多不同的，没地方可以放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，因为我等一下这边还有一个，因为我这是要煮的，对。在家不是也会做，偶尔，因为我是嫁人之后。
之后才开始慢慢自己学煮菜。如果厂商不在意我的厨艺吗？就是憋山的厨艺的话，憋脚的厨艺的话，可以找我业配哦。在这个时候还在那边拉业配，蛮合理的。他一定不知道赚钱，不知道赚钱呢、啊。啊，先说了，我们今天来这边吃东西呢，完全就是没有业配啊。我们真的是自己找到什么的时候，然后来拍吃给大家看。来淡水呢，其实并不用只去吃阿给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美食。你说对不对？是，我就冲着可以自己做面的意思。对，自己做面，自己下面，跟小孩子一样，可以自己做面，然后就被吸引进来的。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老人家，所以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会有一种童稚的心理，童真的心理。这是你频道第三个声音有出现的男性。第三个声音有出现的男性，可是其实我之前都，你想到哪里啊？嗯，好像是。太有荣幸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多出现一点。多懒惰有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他的整个那个，我整个在雾里，云里雾里。你把它转回去看，那个感觉。然后穿着衣服在泡汤啊，还拿着筷子嘞。哇塞！我刚完全都没有开电影。你是不是没有按到那一颗钮？你还想说奇怪我的怎么滚的？你还没滚是不是？很棒很棒，你让你的食材先泡汤一下，腌制啦，腌制，腌制，这样更入味，更入味，很棒很棒。现在好朦胧美哦，是不是？结果我等一下最后截图有没有用封面照？就用这个，直接用拍就好了。我之前都截图，然后如果说真的有记得要拍照的话，我才会拍照。先不要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在这里拍，不用在这里拍。拍球，可以吗？那感觉他的很雾，对不对？很雾，对不对？快准备！其实，哎，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好清楚哦。比刚才好很多，我刚刚真的在云里雾里耶，来之前进。我刚成仙了，成仙了，因为还没有吃饭，所以成仙了。它的孜然锅其实没有到这么辣，而且我现在因为吃高丽菜的关系，就是觉得它的香料的味道没有这么重。来喝一口汤看看。嗯，我觉得它的孜然锅没有到这么辣，还算是一般。如果你不太吃辣的人呢，就是喜欢微微辣的话，可以尝试看看。然后它的香料味真的没有这么重，应该是有就是改良过，就是比较适合台湾人的口感啊。因为蛮多的台湾人应该不太喜欢吃香料锅的。他们是不是都比较清淡一点？然后我就默默的，那我来喝一口看看，没有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觉得？可是我刚有加过酱油。它的寿喜烧的酱。还有卡拉曼。对。我真的还好哎。而且它的酱汁甜甜的，可是有一些算蛮咸的啊。对啊。而且它好几十一分半。对呀。常静仁他现在要煮面了，我等一下也要来
煮面，看看面到底吃起来如何。而且它的面是无限量供应的，就是如果你想吃的话，你就是在前面继续去做。不好意思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它的自然锅里面居然有鸭血。自然锅不是应该有鸭血？自然锅为什么有鸭血？应该是麻辣锅才会有鸭血吧？你们知道自然锅有鸭血吗？下方留言，请向下方留言。我是第一次在自然锅里面发现鸭血这件事情，是吗？还是我以前有吃过？算了，我头脑不好，让他再下去煮一下。如果你是吃就是不同的口味的汤底的话，他们其实加的都是高汤，而不是就是你对应的汤。除了麻辣锅，但有些麻辣锅他们其实也是加高汤进去，所以他们会说加了高汤之后可能会比较不辣哦，可以吗之类的。你们应该蛮常发生这件事情的吧？那他们这边的话就是加的是对应的汤底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说弟弟对你有兴趣吗？对你啊，他也在干嘛？没有，他只是在感谢我刚刚帮他弄米线而已。你也可以背着他，他有流量。因为毕竟他的面条是现做，他也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调味或什么的，所以真的比较天然一点。天然健康，然后还有要就是加一点酱汁在上面。其实这样煮起来真的感觉好像分量蛮多的。我觉得蛮，我刚才在犹豫要不要按第二份出来，算了，还有碗饭。然后这个，哎，它的面条是很 Q 哎，它面条是 Q 的，而且我以为煮一分半还会偏硬，但我觉得还 OK。但如果你们还是很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再煮久一点。我觉得煮久一点没问题。嗯。但我这不要少于一分半嘛，我觉得不要少于一分半，其他我觉得都 OK。嗯，然后我刚刚加我自己调的那个酱汁一点点在上面，然后跟蛋汁，就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至少不会就是可能只有。就是面条跟就吸一点点汤汁的那种味道而已。完食，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。我们现在来吃冰淇淋，它的冰淇淋碟跟酱料碟是同一个，是同一个。是吗？是。你可以用这个装啊。我是不用这么大，还是我这样拿这个桶子当刨冰在吃。切。请踩踏板哦，这是下面踏板哎。油门啊。油门啊。油门啊。啊。很手一直想过去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用黑糖，太亮了。啊，好难弄，好难弄啊！我觉得蛮美的。过曝了，过曝了，这边太亮了。我觉得蛮美的，至少我有拉起来那一个尾巴。我觉得它的口感比较像是
那个淡水老街的那种冰淇淋口感，就是很长很长的那种冰淇淋的口感，它比较不像是益美或者是麦当劳那种绵密。对，我想说益差这样感觉好像怪怪的，它不太像是益美或者是麦当劳那种比较绵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我加棉花糖口感蛮好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咬到棉花糖其实蛮疗愈的，但我觉得它那个加了巧克力酱之后，就整个都变巧克力的味了。我觉得如果说以口味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会给它算高分，但如果以口感来说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麦当劳那种口感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吃完了锅里锅物，然后我们觉得以它的好吃程度、食材新鲜度跟有趣程度，还有个什么，默默自己忘记了。价格，价格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满分十分的话，我可能会给它到6.5分到7分左右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食材是新鲜的、好吃的，然后也蛮好玩的，因为可以自己做那个面条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缺点是有一点点小贵啊，但是因为我觉得食材新鲜，价格就高，这是合理的。但是还有一个致命缺点，有点远，有点远。这个的话一定要坐轻轨才到得了旁边，要不然就是开车。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就是来淡水玩啊，坐个轻轨来到就是淡水行跟东平站之后，走到对面来就可以来到这边3楼吃吃看锅里锅物啦。下一家，下一家 go。